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菜，这个自己做的饺子，有点卖相不太好，但是我敢保证是好吃的。这样子，谢大爷，我们也让大爷的亲戚一起品尝一下，然后说出真实的感想。来，咬一小口啊。OK。OK， 怎么样？如何？香吗？好吃吗？不香。好，来，大爷，请品尝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就对，要说出真实的想法。好香，好香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好香啊！等一下，好香，哦，真有，好香。除了好香之外，觉得好香呢？最普通的，最普通的，对。最普通，我送你们吃西瓜吧。我们除了好香，你还觉得怎么样？你的想法？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哎，任务成功。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其他成员。一起做的饺子，对，你们尝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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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尝一个，我们有任务，我们有个任务，行行行，看看他们的手艺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好吃好吃好 ，yes yes， 好吃，不是，对。三哥，来，我给您，给您做了我们自己包饺子，那就谢谢你们啊！没，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咱们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我尝尝啊，尝你们包的。好嘞。还挺香的。挺香的吗？挺香的，挺好吃的。那您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Yes。啊，你看，这个比我家自己包的还香呢。是吗？是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一起吃啊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尝一个啊！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！耶！笑了，笑了，笑了！来，我们几个掌！耶！嘿嘿，好尴尬。